地磚又咁污糟嘅，個陽台積曬水，發曬霉，究竟點住人啊？點算啊？有邊個可以幫下我啊？放心，有 V 家幫你。房屋滲水發霉，牆身甩皮，家私家電損毀，老鼠曱甴佔屋為巢，呢啲問題 V 家樓宇保養幫你通通剷除，統一自家員工，統一嚴格要求，統一管家跟進，統一現場視頻反饋，統一服務標準。 V 家360度無死角幫你保養房屋，房屋保養就找 V 家大灣區樓宇保養服務啦。有 V 家就有安樂的家。嗱，呢一個位咧就係皇馬嘅嚇，咁其實咧，如果你有皇馬咧，仲好唔使排隊嚇。咁如果綠馬嘅話，反而要排隊啊。其實條輪幾長。請提前準備好預約號碼，等候工作人員檢查。依家咧就大約咧八點鐘到嘅萬捷城啦。平時呢個時間咧，應該就係人山人海，咁啊好多人咧收咗工過嚟食飯啊、飲下嘢、傾下偈咁樣嘅。咁但系当然而家就好啦，人都唔多个啊，咁啊亦都大部分嘅铺头都系 close 锁嘅，仍然都系。嗰个感觉夜晚咧仲少人好似啊。嗱，如果疫情期间咧唔想落街食嘢咧，亦都可以叫外卖嘅美团啊。因為其實而家喺條街最多嘅咧就嗰啲美團啊，咁啊，周圍送飯咁樣啦，咁基本上我上過個 Apps 咧，佢完全冇問題嘅，仍然都有好多好多俾你叫嘅，成條街都係美團噶啦，最忙係佢哋噶啦。都有啲市民咧。在度打下波啊，打羽毛球啊，可能太闷啦，咁啊有啲咧都出咗嚟散步。倒垃圾嘅咧都正常嘅，一样有人倒垃圾嘅。嗱，而今日咧就係、是、第三日封城嘅第三日。咁其實咧，市面上面咧嘅車咧係明顯係多翻少少嘅，我覺得即係冇第一日、第二日咧咁恐怖得咁交關嘅啊。咁當然啦，同正常嚟講咧都係相差好遠啦。始終有唔少路係真係封咗嘅。平時呢個鐘數呢應該係好多家長啦帶住啲小朋友咁喺呢個位置嗰度玩嘅散下步啊咁啊又或者有啲大媽啦喺度跳下廣場舞咁樣嘅。咁但係今日就人又非常之少啦。不過都有個別家長啦都仍然帶啲小朋友喺度玩。哇！嗱，呢個角度真係誇張啦，這個角度真係人都冇過啦，這個角度。嗱，咁我總結一下呢幾日咧，暫時嚟講咧個生活都係 OK 嘅，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大前提就係你個座唔會有人中。如果有人中咧，你個座就肯定封嘅。咁如果喺冇人中嘅情況之下咧，例如落樓買餸啊。行下超市啊，买饭啊，叫外卖啊，附近散下步嗰啲咧，系完全冇问题嘅。只要大家咧 keep 住每一日咧做核酸 ，keep 住24小时核酸证明咧，就 OK 噶啦。嗱，我就试过咧，有一日咧就冇做，跟住结果第二日咧俾人狂炸狂打嚟，咁啊要做翻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变皇马。咁如果变咗皇马咧，就好多地方都入唔到噶啦。即係嗰啲超市啊、商場就入唔到噶啦，因為會有實 Q 喺門口 check 你嘅。咁但係小店咧都仍然可以入到嘅，小店嗰啲就冇人 check 你，冇人理你嘅。咁啊係啲大型超市啊、吉之島啊、商場嗰啲先有人攔你嘅啫。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 keep 住綠碼，又或者24小時核酸嘅話咧，都係方便啲嘅。
咁啊，系啦，最后啦，咁啊，都系希望个疫情就快啲好翻啦，快啲好，快啲解封，咁啊，恢复翻正常啦，咁就最好啦。啊，咁今集咧就差唔多啦，咁我会 keep 住咧周围去拍下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咁啊，第一时间咧再俾大家睇嘅。OK， 咁由于咧我需要攞啲嘢咧俾我同事啊，吓咁啊，但系我同事咧佢系过唔到嚟噶，因为咧。雖然大家都喺邊州，咁但係咧過嚟咧都要需要通行證嘅，啊咁所以咧就冇計啦。咁而家咧就我試下自己叫架滴滴車，睇下可唔可以去到我同事嗰度先。咁冇辦法啦，咁我都叫咗差唔多兩個字嘅時間，都係叫係叫到，啊咁但係咧係冇車接單，啊咁啊冇計，咁啊要再諗諗其他辦法啦，啊。啱啱我就睇呢个抖音，咁啊见到个消息就系啦，嗱原本我哋呢度咧系封到22号嘅啫，咁但系因为嗰个疫情嘅关系啊，都系比较反复，咁所以咧就会延迟到去今个月嘅27号，咁啊封多几日嘅。咁当然啦，佢亦都补充咗一句就话咧，如果乐观嘅话咧，系有机会提前解封嘅。当然，若然咧都系冇咁乐观嘅话咧，都系爆紧嘅话咧，随时都系会继续延迟解封嘅。活泼的中国，今次又带大家嚟到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我带齐晒最新嘅拍摄武器，同大家活泼的中国观众入去睇下我哋中国嘅武器究竟系有几咁先进，好唔好？好。